刚刚胜利在 ins 发文宣布退出演艺圈，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一点上从演艺圈隐退。由于引起社会议论的事件太多，决定退出演艺圈。对于正在调查的事件，会认真的接受调查，来解开所有的疑点，并表示为了 Big Bang 的荣誉，他也就到此为止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